又翻来啦，边个唔信啊？边个仲叻啊？边个仲叻叻地啊？早啊 ，NY 西你好啊！咁初档有冇叻啊？你哋叻唔叻机？再叻我都冇计啦，唔识整啊！我已经跟足晒网上嘅教学噶啦，点样去 set 个 OBS？ 我已经尽我所能啦，冇晒计啦我。睇嚟大家都十分叻，冇人听到我讲嘢，好伤心仔。本人今日已经离奇地少人嘅啦，跟住仲要又叻又成，伤心绝望，嬲鸠，收台啊！你啊，照玩啊！好，自由时间，唔系自由时间，探索时间，你地图。而家我哋要去嗰个新岛嗰度玩，已经死咗四条友啦，好伤心。跟住出翻去外层，然后去边啊？应该去呢度。心里嬲，但朱茵日日说：系咩？我又 set 错嘢，顶好烦啊！点算啊？唉，唔好理啦，照开啦，争少少咧，揿错嘢，二字揿咗个八字，唔紧要啦，照睇到嘅啫。两点半啊，嚟紧，咁样唔得嘅，睇先。第二座岛，中央之岛，第一座岛。失眠点算好？失眠睇朱茵啊，睇朱茵就系最好嘅。第三座岛入去咧。喂，即系点啊 ？M Y 识你识啊？你教我，即系点样？我去边度 set 啊？应该要佢哋个个成日都话睇唔到，你都系想睇我哋咁讲啫，系啊，系啊，分啦，柒头啊，救命啊！召唤 M Y 识，请救救小主人啊！唔识整啊！ここが三番目の島か。哇！呢个做咩嘢废咗我？第三座岛啊，呢个就系啲气氛咁奇卵怪怪嘅，点解住宅同废墟咁样？哇！嗰啲叫咩啊？梅竹间花完全唔似啊，圣地啊，旅游圣地，死气沉沉咁样，真系好卵危险啊！快啲行完，快啲走啊！仲系要我行，有冇搞错 ？Go， 入去 ，Cinema。首先网速几多？好似都有200 Mbps 定500 Mbps 嘅，好似都有500 Mbps。好。首先咧就要睇一段片喎，播五分钟喎，黐线。普通定系 studio？ 我呢只唔知喎，佢话 V0.657B 咯，应该系旧嗰款。召唤啊嘛，
点解今晚特别叻啊？平时咧都冇噶，平时都冇人话叻嘅。净系得阿 GM 哥翻一转啫嘛话。净系好似暮光症候群杀人事件咁啦，又系讲动机，我今次一定唔会睇啦。诶、我仲谂住俾招待见你添，不过我唔准你唔睇，我用咗好多心机整啊，你仲要同我睇紧晒佢啊！你整嘅电影唔方好嘢啦，虽然之前只 game 做得唔好，但今次真系超级大作嚟嘅，你一定要睇啊！I am 黑白梦，I am a 梦，I am a 梦，I am 黑白梦。喺呢个岛上面，我就系一切。今日严打肥仔暴政冇上嚟嘅，呢一幕好啱佢睇啊！I am a 梦，转头就会即刻俾人扣分。如果我唔睇，咁你又点啊？绝对唔用佢呢啲事，我会探勾你。如果你，I am a Kuma， 你买我啲贴纸，唔系你买黄心凌贴纸，我就原谅你啦。乜捻嘢黄心凌贴纸啊？哇！呢度有幅相 ，poster， 穿流。CBR 两个数都打250就好了，系我头先好似系打250喎，等我及及先，系我打250噶，2500啊，系啊，冇错啊，我系打2500，因为我系上头先上网睇嗰啲 OBS 教学嗰啲啊嘛，佢话2000至3000啊嘛，咁我咪攞中间数咯，唔知点解。跟住其他 setting 同佢都差唔多，尽量一样咯，即系唔好太高又唔好太低咁样咯。嗨嗨嗨嗨，二你好，咁初档欺客我又系，平时好早瞓嘅你。新游戏 ，I am a mom，I am Kuma。我买黄心凌贴纸啊，可能拣个 server 慢，系啊，拣新加坡啊，顶我而家拣台湾，原本我系香港嘅，跟住我啱啱转咧，啱啱转个 server 转做台湾啊，而家你哋觉得好唔好啲啊？呢期已经讲话顺，后日翻学啦，咩稀客？搞嘛？你平时喺度睇，但系唔出声系嘛？那个 poster 咪茂里个妹茂饼系咩？睇多一次先。茂里个妹，茂里又啊系似似地喎。台湾前几个月见佢最大上载得4000。就冇再用佢，系嘛？咁啊，而家暂时冇人投诉话叻啦。咁我下次转翻做新加坡先。唔该你啊 ，NY 石，唔该晒。而家冇人话叻就玩住先。原来 server 问题，香港嗰个好废。食品区。5500都冇转，唔怪之得啦，唔怪之得啦。原来用错 server。你中意嗰个嘢啊？嗰、那个系叮当马宝袋嚟噶，限定得一个啫，只可以一个人可以买。顺带一提，呢、這个袋咧，当初就好似咧攞嚟搬冰块用嘅袋嚟嘅。点啊？系咪好想买啲？唔欣赏，我唔需要。下次上面写翻解释度。好啊，好啊。我头先打错啊嘛，系嘛？270打咗280啊嘛。好啊。
P.S. 某你个妹做主角系另一只 game， 可以同富川一齐打黑白熊，系咪噶？我又想玩，有冇得开心版？所以咪召唤阿嫲求爱转世。哦，原来系咁。我终于明白你头先点解话要召唤阿嫲啦。佢好似话佢呢几日翻早啊，所以几日都唔见佢啊。都识佢走步啦，佢睇唔到佢肥仔死敌肥仔嗰啲丑态之笑料。150万，你唔好去抢，你抢得笨。个画面瘦咗，咁咪好咯，我咪瘦啲啊，个样我反面瘦啲。PC 冇得玩住，熟悉。我第一次啊，见到要用150万买呢啲贴纸嘅人嘅啫，真一傻仔。但系调翻转头啊，代表你真系唔系好想睇，我真系好伤心啊。不过有钱赚就得噶啦，我中意嘅钱，我中意嘅，我嘅兴趣就系钱啊。数钱嘅吉祥物，我系数钱嘅。攞嚟啦，死贼仔，贴翻我个头度啊！贴啊！你要心存感激咁样，获得幸福嘅保佑啊！死贼仔话，佢呢句说话又有砂糖又有屎。黑白熊瘦咗，咦？点解我个 chat 嗰个咁鬼瘦嘅，收唔晒啲字出嚟嘅，收唔晒啲字出嚟嘅，冇得转到第二行嘅，点解 ？Why 啊？召唤所有免费的种子。咸湿仔 Abby 唔好成日挂住除人衫啦。除衫除上人，哇！突然之间道门被人推开咗，有条麻甩佬走咗入嚟，就系你白痴张白痴，白痴同学，唔该填一填问卷啦。第一届北黑白熊道歉大赛，食屎啊！叫佢黑白熊冇得睇住嚟噶。做咩要 ban NY Reset 啊？唔好 ban 佢啊！佢都算系一个 IT 支援IT 支援人员嚟嘅，唔好 ban 啊！千祈唔好，又系你啲 friend 嚟嘅。本来以为咧又系上次嗰啲动机，但系好似唔系喎。每一次咧都好令我失望啊！算啦，都俾咗钱啊，当我咩嗰啲咩消灾，有句说话叫咩消灾，用咗钱嚟挡灾啊，发咩财挡灾啊，咩财挡灾啊？成语问答题，破财挡灾，顶。破财挡灾系极低能，想走啊！我唔想同白痴讲嘢，真系走到黐线，黐线，黐线，入翻去低能。但你留言上边全部有剑，留言上边全部有剑，咁点啊？可心的说，佢会俾钱喎、啊，低能。旺财挡灾，再讲多次嘢先。俾把剑俾佢，点解嘅？好似有个石子。哦，你讲破财挡灾个破字有
个提示个坡字有个石字系嘛？石字边咁多魔做咩啱啊？咁多魔做咩？仲乱啊！已经好多把剑喺度啦，调查一下先。可以亂咁，你有冇咁易 ban 錯人啊？咁易 ban 錯人有咩？你我真係要好好考慮下，你適唔適合做魔？又唔見話 Wolf ban 錯人，係得肥仔先 ban 錯人啫嘛，成日都好試完啦，啲電腦果然係上唔到啊，未講喎。唔得啊！真系上唔到网，多模咪多人睇，系今日特别少啫嘛，唔知点解，可能星期限日啦，一二三，星期一至四特别少人，同埋都翻学啦，啲人暑假都完啦，鬼有人睇咩？套套尾 X 档案喎，快啲俾我睇。关于人类史上最大最脏糟的绝望事件，令人畏惧的事情的发端，是来自私立希望峰学院中部分学生由于对这个本科生之间的差别待遇感到不满。对了，刚才我读过这些字了，一开始呢其实是校园纷争的程度，大家都好乐观咧，谂住咧一有一总会有一日平息嘅。但系咧，呢个预想就大大落空咗冇啦。自己讲自己笑不嬲噶啦，不要再说了。成个暑假冇做过嘢，喂，暑假就系唔做嘢噶啦。一系你就玩到尽嘅，一系 hea 到尽嘅啫。呢啲先系青春啊嘛。暑假完就好多台都少人睇㗎喇，係呀，預咗㗎喇，咪本身都唔係特別多㗎喇，唔緊要啊，可以畀啲廢青睇。雖然係咁，但係呢唔係冇秩序嘅破壞，而係出於精心計算嘅惡意破壞，因為方形这个是一起绝望方形破坏活方形过程中，件事的起源方形希望峰学员都被迫结束方形长久的历史，而幸方圆的圆圈生门也被方形成绝望的杀鸡儆猴展示，方形逼至方形残杀方形交叉方形，我顶你个肺咩？放假都仲要做嘢，咁放嚟做咩？要读书，成个学中学都系 hea， 系嘛 ？Lemon 你系废青，你好啊，废青挥手区，睇先，同啲狗仔一样咁普通啫。但系呢个反应普通到啊，甚至可以讲系崭新嘅。声再大啲。激烈啲，你知唔知呢段剧情有几咁重要啊？唔通整呢个 file 嘅人系你？哎呀，你点解会咁谂噶？仲可以点谂啊，大佬？人类史上最大最绝望嘅事情，仲有各地嘅暴动，而且仲话希望科学院会执笠、啊，全部都系你自圆其说嘅。所以呢？希望峰学校预备科是乜嘢？听都冇听过。诶，系咩？咁就奇怪啦，其他人都算啦，你应该知噶喎。你咁讲咩意思啊？呢个咧都同你哋嗰个校园生活记忆咧一齐忘记咗。唉，算啦，都冇办法。啱啱不如冇嘢做嘅废青，咁系待业啫。废青嚟打卡，冇噶啦，读唔到大学噶啦。因请唔请人 ，design 唔错。你估我 at 连咩？请咩人啊？我谂住唔捞添啊！湿鸠公司嚟嘅，
系我啲 design 界人才。我真系好想同佢讲，老细，我觉得我人工好低。其实已经讲过一次嘅，加完之后我又发觉其实都系好低。加完我都系觉得好低，即系我本身就系极之低，廉价劳工嚟嘅。喂，你两个等等啊！头先你噏乜嘢啊？换住我喺度讲啲乜嘢？冇啊，冇啊，系冇影像嘅电影，冇声嘅音乐，同埋冇字嘅小说，废话。第一个咪派胶啊！呢句说话全部废话嚟，每一粒字都系废话。几钱个月？梗唔话你听啦，傻猪嚟嘅！快啲答啊！啲幸存嘅学生到底系咩意思？咁重要嘅嘢我唔知啊，但系我唯一嘅优点就系卡哇伊。哦啊，又走佬、啊。喂，一向得啦，唔使担心，我作剧嚟嘅啫。系啊，我作剧，出埋其他冇脑嘅肥仔，冇眼嘅 Abby。冇乜嘢嘅乜乜，你想讲乜嘢？你想讲乜嘢？填落去啊！填落去啊！冇嘴嘅 Hello Kitty， 侮辱嘅 Firmic。唔系喎，你好似咧，你话乌你嗰句咧，冇眼同埋冇脑都系适用于肥仔啊？如何显示啊？哦 ，Edwin， 因为头先嬲鸠咧，话乌嬲鸠 Edwin 睇唔到佢嗰个 chat room 留言啊，话乌一直喺度话同佢讲话咧，佢嗰个 game 咧可以同嗰个 chat room 咧联动啊，跟住 Edwin 一直都睇唔到。同埋咧 ，send 咗条 link 喺 chat room 度叫 Aaron 睇啊，教下佢点样可以联动 chat room。Aaron 一直都睇唔捻到，跟住话乌就话到底系我聋咗定系 Aaron 盲咗啊？所以就而家就话 Aaron 系冇眼嘅 Aaron， 冇鸡嘅公厕。你觉得你值几钱先？冇口嘅猪人。冇女嘅 Amy， 你问边个值觉得自己值几钱啊？你问边个？你问 Hi Hi， 有咩要 check？ 仲有呢个啦，当然。哇，好多大牛龟战士，真系好旧啊！唔系薄膜嘢，咁搞错啊！最重要嘅系呢度收唔到信号喎、啊。咁埋喺度，呢度偷拍区喎、哦。哇！一睇颜色咁似元朗嗰啲咩霓虹灯管嗰啲嘢，嗰啲一流一，人哋粉红色，佢就姣婆紫色。外行人唔明噶啦，摆喺呢度嘅嘢全部都系攞嚟偷听、偷拍用噶。虽然旧，但系咧都有监视器噶。你话偷拍用嘅？吓、啊？喂，唔好误会啊！只系基于咧，我系 I T 机械工程，即系咪即系 engine 嗰啲啊？定乜鬼嘢啊 ？engineer 嗰啲乜鬼嘢？我都算系半个 I T 狗啊，但系我就冇用到呢啲嘢，我冇用过噶，我真系冇用过噶。如果我有呢啲嘢咧，我哋随时都可以偷拍咧黑白红，同埋偷听佢。唉，我真系觉得好羡慕啊！到底睇到公主。是怎样的姿态？我真的很羡慕黑白红啊 ！CQ 啊先，嗨嗨你又好贵啊，冇钱冇学历的嗨嗨，对太多手机休息瞓先，好拜拜。IT 狗你的啾啾很有用哦，你又知 IT 狗你的资讯很有用哦。喂，超高中级嘅机械工程师喎、啊！お前な、
我都唔明做咩成日咁激动，佢同一轻音捻啊，同一种人嚟啊！真系好想拆开佢，好想睇入边系咩样噶。算啦，而家唔系做呢啲嘢时候啊，真系好痛苦啊！你想啊？你系咪想拆开佢啊？举例嚟讲咧，即系话睇到中意条女咧，你系咪会想除佢条？除佢啲衫啊，就好似 Aaron 咁样 ，Aaron 就好中意除男人嘅裤嘅。然后咧，就要摸下佢啲骨啦，摸下佢突出嚟嘅地方啦。摸下佢突出嚟嘅地方啦，你有冇觉得好？喂，你系咪有啲唔系好正常啊？你好变态啊！真系嘅，原来想睇女仔啲骨都好变态啊！系啊，好变态啊！呢个好似 Aaron， 冇啦，冇嘢查啦，走啦！你笑什么 ，Stone King？ 你在笑什么？冇听。我成日觉得冇听嗰人好污糟邋遢，啲人咧唔换床单嘅，唔会抹嗰啲浴缸，浴缸更加唔使讲啦。跟住所有设施 sofa 唔洗唔吸尘啊，唔消毒乜都唔做，好污糟，一定系咁。呢啲最适合咧玩嗰啲咩杀人啊、肢解啊、软禁啊、禁室培育啊。你睇下，猪肉佬佢都系觉得呢间嘢好污糟。哎呀，好似日向哥你屋企啊！你点？你根本就唔知道我屋企系点样。G.N. 想摸下女仔突出嚟嘅地方，motel 唔系用嚟住下啊！我知道，成日睇好多西片就系motel 系攞嚟蹲轮用嘅地方啊嘛，同埋攞嚟肢解啊、软禁啊。做一些狗扯的事嘛。日向哥你在这里，哎呀对不住，你太没存在感，我完全不觉得你在这里。你是臭八妹啊，臭八妹真的很烂啊，这间嘢好适合请一些低收入劳工，嘴贱太口臭啊，西元字你调查一下先得。咁既然你咁谂，就唔好冻喺度啦。咩？唉，你真系啊，见识浅薄，孤陋寡闻啊！有一句谚语啊，叫做充分利用笨蛋与铰剪与剪刀。即系你觉得我系笨蛋定系剪刀啊？阿钟已经入去帮我查啦。即系应该话钟系笨蛋啊。是啊，那种笨蛋真的很宝贵啊，又好利用。哇，贱得你啊，阿钟你都敢利用，死梗啊你！个性扭曲成咁，反而令人觉得好直率，黐线，想兜巴尖死佢，用嚟拍车。你思想真系单纯啦，拍车。其实你喜欢女生，算了 GN， 你说什么都没用的了，你说什么都没用的了，没人会再信你的。喂，做什么不让我入的？做什么不让我入去啊？给我入去啊，喂，中你这些行人样应该蠢蠢地，他醒就不会被人利用啦。仲有架车喎，真系有架烂鬼车，三碌车泊咗喺度。喂，点啊？几时先入得去啊？唔俾入噶。唔俾入喎，咁走啦我。揿埋呢个先。hotel 同 hotel 最唔同就系有得泊车，鬼唔知么？
系啦，点解咁着重俾人拍车呢？通常啲 motel 咧都系好啲远离住宅区啊，啲咩市中心啊嗰啲都系远远地嘅。跟住咧就方便俾人偷情用咯，远离佢哋嘅住宅区。哇，咩嚟噶？表演厅，好似头先入过嚟啦，已经冇嘢好揾喎。阿拜啊 ，GN 和埋 Aaron 啲嘢，阿拜。咁夜系啊，深夜得我啊嘛，所以就系夜。见到轻音轮啊，系咪公主？啲车嘅废气整到火唔干净，唔止啊！通常部车系好平啊嘛，你都唔好谂住佢会经常性同你换床单。佢见咧表面上干干净净都唔换，唔好话部车，连酒店都系啊，四星、三四星级嗰啲咧，佢见床单咧白雪雪唔系好够咧，佢拍两拍就算数噶啦，佢唔会同你换嘅。日本嗰啲好啲嘅，其他嗰啲我真系唔知道其他地区。点解讲两次？我完全冇知道啊！我成日怀疑轻优两佢咪 high 大咗去吸嘢啊！快啲去死啊你！黐线！带蓝光灯去睇好啲。好似 Gordon Ramsay 咁样系咪？好似佢咁样，佢真系有嗰啲唔知咩蓝灯，跟住戴上去一照咧，就劲污糟啊间酒店。跟住佢就带睡袋入去瞓嘅，劲污糟，唔抹嘅。经常性滚床单就有。咁时髦嘅年轻人呢，跳咩阿哥哥或黏巴达嘅地方，正规嘅打扮咧系羽毛线同埋贴身洋装，系咪啊？完全听唔明白。我成日咧，唔系成日讲到自己日日咁样，即系去亲旅行咧，个住嗰啲 cheap cheap 酒店咧。咁我成日瞓到好晏先至起身，九点十点我先至出门口，跟住咧都唔系成日嘅，间唔中嘅，间唔中我试过真系咧，嗰啲阿姐姐咧逐间房咧就真系换晒啲床单佢，每一日都换咁滞，唔系应该系话唔系每一日黐线。应该系话有人 check out 嘅话咧，佢就会换咯。有啲佢唔换就知道系唔 check out， 又或者可能真系偷懒唔鬼换，唔系成日去旅行。头先讲错咗，更正翻啦。鬼有成日去旅行咩？哇，咁多嘢揿嘅咩？系我成日。瞓晏撞正嗰啲姐姐清理间房嗰阵时候就见到佢哋咯，毛巾全部换过晒啊，好干净啊，帮你吸尘啊，成啊咁样。住过一次酒店咁大吧，一次就够啊。其实我都唔中意住酒店，我挂住讲都冇睇到佢啲字打啲乜，再咁多次。点解发镜照唔到我嘅倒影出嚟嘅？个位置企得唔够正，走啦，冇嘢好睇。未出过广东省，咁咪迟啲咯。到你 grad 嗰阵时，你咪可以嗰啲叫咩 grad trip 啊？啲人好兴噶嘛，个个都成日去，唔系成日去，个个都去。俾你揀 grad trip 你话，你会想去边啊？早排翻大陆先第一次住酒店，咦？做咩又落翻嚟嘅？黐线！
好细个试过翻大陆住酒店咯，麻麻地，都唔系咁中意。冇嘢揿啦，走了。有几远去几远，而家同埋成班同学一起去围围围啦。走啊，冇嘢好揿嘅，点解？仲有啲咩地方我系未 check 嘅呢？医院，英国啦，老豆老母应该唔会俾钱。有冇时间做 part time 啊？自己揾咯。你去台湾、去泰国都好便宜啫嘛，几千元。系咯，点解你唔趁呢个暑假翻 part time 咧，赚下啲零用钱呢？都成个几个月啦，个半月啦。翻下 part time 储下钱咪可以去旅行。哎呀，呢间医院真系奇卵怪怪，冇医生、病人、冇医又冇护士，乜人都冇啊！白痴，成个岛都冇人啦。去南极睇下啲北极熊俾 G N 害死晒未？就系早排去完先觉得大陆酒店几先进，系嘛？要读书，又话成个暑假乜都冇做过。大陆边度啊？大陆边度啊？上海、北京嗰啲啊，好先进。十几年冇翻大陆咯，唔敢翻啊，应该系话。深圳我都唔敢去。走位咗嘅嗰条臭鸡，到你啦，都系广东省，有个好大学位，迟啲就职啦，祝你攞到呢个学位啊，做 part time， 做 part time 都够啦，慢慢储咯。有公布睇喎，系啊，系喎，呢个岛一个人都冇，佢呢张系俾边个睇咧？呢张啲冇，点啊？我翻转头再嚟揾佢，走啦咁样。用房卡嘟卡开房，插房卡就开晒全房电器，咁比你想象中先进。唔系全部都系咁嘅咩？而家好多都系咁喎，全部都插卡嘅咯。哇 ，key 咗 key 铺头，大陆话晒都识抄人技术。活得比你好，都系类似咁嘅剧情啊！但系果然咧，谂起风中的他，你讲乜嘢啊？啊，唔好扮嘢啦你！日本传说中嘅医疗剧啊，喂，风中的他系1984年嘅作品嚟嘅喎，呢部片都成为之后偶像剧嘅基础。剧情咧就系讲充满正义感嘅新人医生同埋咧医生们争夺恋人。男主角和女主角呢之后真的结了婚了，这两个演员。等等，为什么你会这么清楚以前的电视剧的？不要讲那么多了，快点过去吧，一楼啊。还有几大那间房都有 Walter， 还有个电视盒，那些什么盒给你看电影？什么五仔没有 U 读Band 五啊 ，Band Five 咩 Band 五仔？而家唔系一至三咩分？而家仲有五咩？系啊，要去多啲旅行啊！好似我哋嘅 Key Out Key 咁样，成日都去旅行嘅。佢会去好多旅行噶，佢
一年去两次日本嘅，起码。前面就系走廊，有几间病房，佢哋好似啫，要行去最深嗰间病房就集合啊！吓，你唔去嘅？公主不愧为超高中级嘅公主殿下，竟然好客气咁同我呢种人讲嘢，佢真系好了解底层人民嘅心情啊！真系第一次住酒店 ，Band Five 呢个 term 好耐，系啊，好耐啊，真系。点解喺 high 会用呢个 term 啊？不过 我上次嗰次去日本咧，我住开嗰间 cheap cheap 商务酒店咧，佢唔系用卡噶，佢用锁匙噶。即系我有啲惊讶啦，可能佢真系比较旧，佢冇换咯，但系全部都。装修真系货商务，你快啲住完，快啲走嗰啲，但系啲嘢齐嘅 ，OK 嘅，有免费早餐食嘅，明明自己有咩才能都唔知道，完全都唔担心嘅你，竟然，咁即系代表你好有信心啦。咩啊？吉我啊你？唔系，但系到底你有咩能力啊？咁耐都唔公开，应该好出色噶啦。鬼知咩？拖咁耐都唔系我嘅问题啊！咁又系，对唔住啊，为咗我呢啲人无聊嘅话题，行啦，你快啲去啦！完全唔知佢想点呢条友，行啦，出嚟打牛工，工呢样工嗰样就冇噶啦，又冇副干，做咩咁恐怖啊？做乜揦嘢啊？黐线啊！模型嚟噶，好恐怖啊！救命啊！我想走啊！边个有副干啊？而家呢个可唔可以入去？好恐怖啊！呢个你睇，呢个系手术室之类啊！哇！顶佢块有点解有 E.T. 啊？哇！咁似法轮功嗰啲嘢，今次啊，铜锣湾旺角街头法轮功嗰啲人揾条友坐喺张床上面，跟住隔篱嗰啲友企喺度咧，谂住同佢做手术咁样汤肚。咁你40岁可以长寿，睇咗题目以为播动漫 ，so sad。长洲来回船飞唔系一把，星期六日入去行转都几好玩，长洲都 OK 嘅。我睇下呢啲人做乜鬼嘢啊！入埋去呢间先可唔可以入去？我知道要去到尽走。走廊尽头嗰间病房啊嘛，我都系要逐间试下。咩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大法好？极似啊！咦？我不由发出惊呼。哇！点解佢喺呢度嘅？幽霊でも見たような面しやがってよ。做咩啊？好似见到鬼咁嘅样嘅。クズ流。咁又龙，点解你会喺度嘅？你冇事啊嘛？ただのかすり傷だ。擦伤咗啫。根本就唔系擦伤喎你。总之睇到人冇事就得啦，我仲担心你死咗添啊！我点会因为呢啲事就死啊？而家发。副轮功对面都会放荡中央，打长啲，等你读耐啲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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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啊，跟倾。真系你大佬，唔会再信你啊 ，Aaron， 你又谂住阿拜，基本大法好，大家唔好睬 Aaron 啊，佢阿拜啊又，成日都话瞓，跟住一阵间又弹上嚟，已经有两个人中招啦。睇先，佢伤得好重啊！但好彩咧，冇伤到内脏、神经同骨头，啲伤都比较浅嘅。
明明受到啲咁嘅攻击真系奇迹啊！计我话佢根本就唔系命硬，唔系啲咩好运，系四眼妹帮佢挡晒啫嘛。嗱，七海咧谂住讲出事实嘅真相。话唔定啊，系边个为咗守护九头龙护住佢啫。吓，唔系啊嘛，咁捻多人殴、啊，攻击都保护到佢。但系如果你怎样都想保护他的话，他一定会做得到的，我想一定不出奇啫。观众人数又从上高峰了，未到高峰啊，最高峰好像有30人啊，有过30人，我都未瞓，你瞓。Edwin 扮瞓，唔好信佢。好再提啦，四眼妹死咗，好唔开心。好彩临死之前攞咗佢条底裤啫。咦，你都系咁样谂，所以你先话佢冇可能会死，系咪啊？点点点点点，唉，唔捻知啊！讲完呢句笑话，佢就用个背脊得住我哋啦。之后冇再开口讲过一句说话。我想都是让他休息先，我们走啦，不要阻住他啦，等我来照顾他啦。我现在怀疑臭鸡暗恋九头龙，为什么现在的样子这样，马骝屎忽这样，肯定湿晒啦。这些呢就是厕所长的，我说厕股，厕所长的职责啦。看又唯有交给你啦，既然你都湿晒啦。放心啦，我会帮你报仇啊，九头龙。话咗佢冇死噶啦，你哋唔好嘈住佢休养啦。阿忠，九头龙咁难得先翻嚟，你唔好咁冲动啦。我唔想再遇到任何人离开我哋啊。我知啊，得啦，打赢佢就得啦，我唔会打捻死佢。也变啦，哥俩。唉，佢根本就听唔明。啊，是捻弹你啊！喂，大蛇丸，你呢种女人做咗决定啊，根本就唔会听人讲嘅。既然系咁，唔捻理你啊，你中意啊？淫妇，你唔好搞龙狗啊！点解阿嗨你成日话个心开始痛嘅？你系咪心脏唔好啊？心绞痛，唔好咁夜瞓啊！你唔好睇我个台啦，你快啲去瞓啦。我唔想你今日、听日有新闻报道话咩，有一位少年睇一个女台主嗰台直播睇到咩嗰啲咩叫咩啊，摔死啊！睇睇啊，死鬼咗！我嘅身体已经记住呢种感觉啦，突然话唔做，实在系。你睇下我。我一想起呢啲嘢，我就湿晒啦，又热又湿啊，滴晒汗啦。喂，你唔系啊嘛？咁易湿晒？哼，话咗你啊，不听老人言。而家喺鬼座眼前湿晒啦，系咁，窒死，死亡画面主人台。咁你快啲早啲瞓啦！猝，哎呀顶，猝死啊，唔系窒死啊，猝死系你啱。你快啲早啲瞓啊！为咗你身体着想，但系点解啊？有冇得解释？点解夜瞓就会心口痛？啊，做咗咩事啊？唉，终于静捻晒，成个世界静捻晒。成班死蠢，点点点点，喂，猪肉佬你仲喺度嘅？乜濑嘢啊？咩陈死亡啊？死前要留低死亡信息俾我哋查啊！谂住通顶，喂唔好啊！你快啲瞓啦，我怕你开唔到学啊！你已经有惯啦，有前科噶啦喎。
我怕你有事啊。虽然称得上是朋友，话晒相识一场都叫网友，为你着想。其实你之前有没有试过通顶先？会唔会你未一未试过第一次试？唉，谂住翻我之前开学之前通顶啊，点知一失成千古恨，以后都翻唔到学啦。系咪成龙即红日？白 game 好似系我玩过嗰只湿鸠 game， 分かってんよな。果然啊，唔理点样谂，嗰、那个应该就系嗰个啦。即系边个啊？仲讲，一定系有鬼。死都唔使考 DSC， 日日都通顶呢排，日出先瞓。啊，我都系啊，我想讲我都系。哇！使唔使咁多人啊？又话走嗰啲人，点解全部得晒喺度嘅？阻住龙狗休息，死亡深渊苏醒嘅九头龙应该比以前更加强噶啦，翻到我哋嚟嘅身边啦！呢一阵风系咁样话俾我听，哪来的风啊？完全沟通唔到，完全唔理人。怎样先至可以解散呢？听日再讲都得嘅啫，行到成日好卵攰啊！九头龙就交俾我啦，你哋快啲走啦，唔好阻住我哋依依啊！我要同佢登轮啊！仲喺度掘住人，臭白妹。昨日瞓咗14个钟，哇！你好啦，好奢侈。我是你的一半都不够，你又9点半瞓，快啲去瞓啦！我最唔中意睇呢个小剧场，真系好想 skip 晒佢。到底嚟紧会死边个呢？叮当叮当，起身屙尿啦！唔见对唔住自己，咁冇办法啦。唔通你要指我哋可以阻止到么？瞓醒之后就要翻工，好惨！唉，一系就要翻工，一系就要翻学，系咁噶啦。喂啦，你要翻学噶？睇下Lemon几为你着想，催促你去瞓。嗯？嗯？点解主角嗰个视点越嚟越矮嘅？明明之前喺个胃喺个心口度，而家去到咧裤浪嗰度。早晨，够大声啊！过世啊，死咗个小船同边股都听到晒啦。我知道个经理，我完全对艺术一窍不通，但系第一次睇到小泉影嘅相嗰阵时，连我风平浪静嘅心都俾佢揭起波澜，真系好正啊！张相虽然佢不惜咧不幸牺牲，但系佢嘅艺术话俾我听，真系好好啊！呢啲艺术真系好好，我唔会忘记啊！睇下嚟到已经去到胯下呢度啦，搞错越嚟越矮。中咗降头咩？まったくもう。冇咩，都系冇咩点瞓，即系今日唔使翻学。哎呀，唔使翻学，唔使啦，我唔使你帮我搵啲嘢，我啊净系要搵相机啫，好快搵到啊。まったくもう。马龟饭。
好啊。我死。拎底底，我未拎完啊，争下机轮啊嘛，七海千秋啊嘛，仲争一格，仲争一块碎片就可以凑齐啊。攞完七海，我谂住攞边个好咧？我就要估下边个死咯。我而家主要就系攻女主角先，唔系女主角系女角色。攻晒啲女角色爆咗机之后，先至玩男角色。尽快。上堂打 CS 搞错。一阵好快就下过四眼妹，咩四眼妹啊？四眼妹咪攞咗咯条底裤，翻学就冇得睇呢个台。唉，到时我变翻个位数咧，古代人数阴公猪。佢话向左走，向右走，低 B 喎，话佢。行外人低低B唔想同佢玩吓，竟然你识玩游戏？哎呀，因为七海佢实在太迷呢只 game 啦，我好在意啊，于是我咪叫佢借我玩下咯。哦，唔紧要，都唔系我嘅，唔使问我嘅你。话咁话啫，但系你几乎已经系呢度嘅主人啦。系咩？自己唔觉噶。唉，算啦，头先嘅对战俾佢咧。很削的部分，我呢一次一定会还翻俾你啊！你唔系谂住叫我一直输落去系嘛？我话个小息俾你听，你一定有兴趣啊，系冇想知啊？你咩啊？听咗之后唔好吓亲啊！第三个岛啊，咪有条电器街嘅，我喺嗰堆垃圾入边啊，搵到好似掌上型游戏机嘅嘢，真系嘅。真系嘅，系咪啊？有兴趣啊你？但好似坏咗，咁你玩唔到啦？你以为我系边个啊？我系超级啊工程之维修员啊！我一定会帮你整翻好佢，整完就送俾你啦。咁我可能就唔期待咁样，我等你啦，即系睇小佢。咩就睇小我？睇住嚟，我一定会整翻好佢啊！你跪喺度攋我鞋带啊！谂住翻一份通宵嘅工之后再翻学，翻学翻屋企瞓觉，放学翻屋企瞓觉，通顶七仔或者通顶自动仓埋机咯。七仔成日都俾人打劫，好危险。立旗啊，向左走向右走，我都想翻一份。翻一份通顶嘅工，跟住我就唔使开台了，冇得开台了。买屎分唔知值几钱，自动售卖机，自动售卖机又使乜你翻啊？部机自己买嘢咪得咯。では，琴日啊一半就完咗啦，今次嚟整合你喺下个新岛嘅资讯啦。全くも。反正到头嚟都揾唔到啊，离开呢度嘅方法啦。成班废柴，嘿，有表演厅。そうか。咦，有咩线索啊？完全冇任何情报。あの，我都睇过，张柏超话俾我听嗰件事，我去确认咗一次。これも因果律の定めか。十次八次救去日本，根据之前有人讲呢关会死两条友，好似系第三章嘅传统。哦，原来头先石王就系铺咗个伏线喺度系嘛，提示就话第三章会有人死两个人。步步机入边都有人翻工噶，你要咩佢就放咩嘢饮出嚟。挂完机都系黐线，系咩？我都想翻呢啲工啊！可唔可以介绍我啊？我好得闲啊！翻咗半年 part time， 有得
做一次身体检查和洗牙算不算好工？算不算好工？不算咯，你自己想下，洗一次牙和 body check 一次要几钱的，仲要睇下佢系咩性质啊，高唔高 ，high 唔 high cost。有啲三百几就可以同你验全身啲基本嘢啊嘛，求位期咁样，几分钟搞掂。点解同你做 body check 啊？惊你有病咋？点解同你洗牙？惊你有牙周病啊？口臭啊！就是翻地铁嗰啲饮酒机，咁你咪要好瘦先至可以匿喺嗰啲机入边咯。哇！龙九只眼可能以后都睇唔到嘢喎，变成单眼佬喎。啊吓！真系太过分啦！成日都唔捻听人讲嘢啊，钟净系挂住食。好。嗯。好呀好呀。嗯。即系相当有嫌疑啊！成两日都食，好嘢，终于到自由时间啦！快啲 save 咗先，睇一睇我只嘢孵化咗未？哇，佢变咗毒屎啊！唔系啊，就变咗蛇啊！黐线，有冇搞错啊？剛才明明結簡喎，佢變咗條蛇，有冇搞錯啊？希望乾糧食啦你，哇佢中意啊，佢好中意啊，好多一個心心，少一個骷髏頭，梗係做銀行機啦，好福利好多，點解有冷氣炭？嗰阵翻到好似有几千蚊，不过卷下学生妹啲群都好开心。咁样嘅咩？好，揾下机轮喺边先？就喺呢度啊！就在今天，就在这里。柜员机好惨噶，拎住啲钱有得睇冇得使。啱啊！每一部都冇装游戏啊，虽然嗰度有一个电脑，但系啲电脑都唔装游戏，我想睇多一次啊！好啊，提出邀约啦，梗系，仲要数出去俾人，你收我钱噶可以落架。我以前有个 friend 咧，佢做嗰啲咧，借款员啊。好似话要考个牌喎，揸支枪，嗰支枪假嘅，冇子弹嘅。佢话要考个牌嘅，跟住做嗰啲借款员，每一次开工咧都要咧搜身嘅，开工前、开工后都要搜身，好鬼严嘅。跟住咧就会。会请啲男嘅做揸枪，然之后运钱啦、啊；女嘅咧就负责喺入边数钱，入将部钱啲钱咧塞入个数钱机嗰度就数钱啦。咁你可以做搜人身嗰个咯，我建议。冇子弹系啊，冇啊，佢同我咁样讲嘅，系啊，要考枪牌啊。高登之前有条友成日叫人做借款，
24小時一間，梗係男手男女手女啦。哇死啦！我冇嘢送俾機撚添，大鑊了！邊古的內褲係黑色的丁字褲，亦都係比賽時候用嘅決勝內褲。唉。有專業的守身員啊，我想是死了，沒了遊戲機送給他添，機人 lesbian， 怎麼這麼多這些動物在這裡，動物應該送給，應該是送給眼鏡蛇吧，這些遊戲機不見了，這個行不行呢？不是遊戲機來的，這個彈弓怎麼辦啊？以前回過 part time 在搬錢上車，現在歡迎看著我們在銀行那裡搬上車，隨便吧，送這個吧，啊你送給我我就收啦，多謝，他好像不是太喜歡，一般試下彈弓咯，試了就對了，有 delay， 其實 delay 幾多秒啊，超不超過10秒啊，你們看看 我的 chat room 和你們的 chat room 相差多少，你是 RPG 呢還是冒險遊戲，知道我想不到，想不到解謎的題材呢，通常就会用仓库翻的了，我们快点说服黑白尾啦，我们去仓库啦， testing testing， 嗯，好像没有喎，没有一些可以拉和推的东西，难道真的在那玩呢呢，你呢擅，你擅不擅长益智游戏啊，我不是很用擅长用脑，15秒啊，哇15秒都几耐，万一收埋人指入屎忽咁点，咁会数㗎嘛，找唔到除埋底褲抄咯，唔係咩，阿诺呢，阿诺呢，可以好好建立一套逻辑，而且啊都在这里最可以冷静应对的人，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只要找到要诀，我觉得你一定可以解开所有谜底的，原来七起呢，七起我觉得七起啊，顶什么事啊，七海这么看得起我，好像呢魔术方法这样，这些益智游戏真的很适合你的，你知不知道要诀啊，拼图要诀现在由外框嚟砌啦，冇错啊，就系攞一包，攞一包，攞一边平嗰一边砌，由侧边一砌，砌砌砌，之后再将剩低嗰啲用颜色嚟分，咁就砌到噶啦，好容易嘅咋。讲起嚟咧，爸爸咧净系玩益智游戏写程式嘅咋。吓、啊，原来你爸爸系 I T 仔嚟 ，I T 狗啊。系啊。佢净系咧对住部电脑就好集中精神嘅时候，真系好 man 噶，即系有其父必有其女啊！老豆系 I T 卵，跟住个女咧就系打机卵。不过其实好憎输啊，特别系写另一个程式嗰阵时，然后将佢咧进行穷举法嚟破解，咩叫穷举法啊？通柜通到好入，点解咧？即是你那时做这份 part time 要通柜、啊、Jason 他说早睡、啊、他说肚饿所以呢就要早睡、啊、不知道什么逻辑、肚饿得滞所以唯有眼睡扮眼睡然后骗自己去睡觉、啊、那就不用吃这么多东西了应该是这样成家都好读啊嘛刚刚先玩完第一章，
好唔好玩啊？咩咩？差唔多翻去啦。黐线，佢带我嚟仓库讲几个嘢就走啊，咩都冇做过。ありがとう。啊，对唔住啊，我跌亲啊，好彩有你扶翻我咋。佢一路喺度讲呢啲嘢，一路喺我心口度离开，佢已经爱上咗我啦。心跳声特别重啊，啵啵啵啵啵啵，系我嘅心跳声啊，沟佢啦。哎呀，吓死我啦，日向同学，你好硬啊。吓，唔系啊嘛。你跟我不同啊，你的手臂呢和心口很硬啊，果然是男人，男人之中的男人。夜晚吃东西伤身，谁说我经常夜晚吃东西。一向同学，你愿意接住我，我就安心啊，这样万一有一万，有万一件事都没问题啊。妈咪，我突然之间很眼瞓啊，是但啦，因为你会抱我回去的，是不是啊？你抱我回去啦，你快公主抱抱我回去啦，是不是有 CG 看啊？好，搏晒老命呢，将佢叫起身，然之后送佢回房。有一个淫妇，梗唔系啦，佢唔系淫妇嚟噶，佢唔系淫妇嚟噶。占士，我想识你个女啊！真的，我是詹姆斯的女喂，我应该照计应该集齐晒噶咯，七海小天使，顶佢肺，有冇搞错？仲争一粒，黐线，又要玩多次，好鬼烦，争一粒都唔俾买我。又在那裡打機，差一粒，我們估一下。哇，詹姆斯出現了，原來一直都不出聲，不知道在做什麼，扮不在這裡，不出聲。哇，烏說想溝你條女，不是溝你條女，溝你個女。哎呀，算了，不緊要啦。玩到咁已经好唔错噶啦，再嚟多次啦！安抚佢有啲记恨嘅七海，度过咗一个快乐嘅时光，感情又好咗啦。送礼物唔送啊，冇嘢好送。去边？拍拖仔，带我嚟到沙滩度鬼混。你帮我擦太阳油啊！哇，好淫贱，点解咁卵奇卵怪怪啊？我呢啲传说嘅树生咗喺边度咧？到底阿诺呢？而家遇到选项啦，我哋要点做啊？请由三个选项之中拣一个。好，打开咗张纸嚟挥洒青春吧，为了大儿跳到海里，抱住七海。好，我哋抱住詹士个女，讲笑咋？点搞错啊？边个系你个女？咪七海咯。食屎哦！揀呢个啦，我唔系好明咩意思喎。跟住之后佢就突然之间爬起上嚟，哈哈哈哈哈哈，捉我啊，捉我啊，捉我啊，又要出关系图，点解系你个女？你唔知咩？七海千秋佢老豆系 I T 狗嚟啊，所以佢就系你个女。即证明你刚才瞄了我台，是吧？为什么你不知道啊？好伤心，我要克服啊，我完全不擅长这类型 啊， 啊，你有不擅长的游戏的吗？是啊是啊，话乌就这样说，好像很久没去抽礼物。
仲有个仔叫七海健咯。乜乸嘢好烂啊！七海健朗啦。原来你都想玩呢集，唔怪之得啦。佢话爸爸都唔系好擅长玩呢类噶，爸爸暂时唔擅长玩呢类游戏噶。点解自己一个人喺度释怀自己？我哋而家算唔算系拍拖约会啊？啊，我而家知道，终于知道佢唔擅长咩类型啊，就系恋爱游戏。同一向同学你一起做过咁多嘢之后，我先至意识到我仲有好多唔识嘅嘢，例如 B B 系点嚟嘅啦。但系咧，唔知道点样先可以中意一个人，就系咁嘅感觉啦。点解你要攞呢啲嘅咩嚟举例咧？哎，做咩你块面红过马骝屎忽嘅？冇。我果然仲有好多嘢系唔明白嘅。我想再知多啲，咁样就可以了解更多嘢。喂，我心心出现嘅，见到。你可唔可以继续教我嘢啊，日向同学？好啦，为咗呢个目标，我哋快啲离开呢度啦。忘れないでね。你要记住我啊，唔好忘记我啊！就算出咗去之后，一直都要记住我。得啦，我记住你。终于集齐啦！到底佢条底裤系咩样啊？詹士老婆是叫姓七海，好正的，每次过来看你做什么，我一定不望条尸，一定不看人名。搞错，获得金手指，哇顶，粉红色的。詹士你的女条底裤是粉红色的，粉红三角裤。我还以为呢，我还以为是白色的，我以为是白色添，粉红色，粉红粉红吹之的脸，我叫一声即飞，即可飞上天，赤色丝巾围在边，期望镜香身体会变。program 删出嚟，詹士呢句吓死我，点先整到？BBEXC 先出嚟，好可爱啊！粉红色心心，呢集又好得沟女，沟完噶啦，已经应该唔使再沟啦，系嘛？攞到条底裤已经得到手，我其实都成日喺度谂，得到对方条底裤系咪意思上咧？意思上系咧，同佢上咗床，其实系咪咁嘅意思？不可以溝自己的女兒。我們下一個呢，找哪條底褲好呢？小泉又死了，遲一步。我已經近到估小泉上一郎條底褲是紅色的，或者紅色蕾絲。嘩頂你個肺，嚇死了，怎麼入我間房啊？你点入嚟嘅？唉，你自己唔小心啊！咩唔小心啊？我上咗锁啊！你话整坏咗啦？点解你要整坏我个锁啊？是但啦，我有件嘢要话俾你听啊！四个唔系、啊，你开咗三声啫。你唔好捉我自责啊！快啲去餐厅集合啦！系咁，黐线敲门咪得咯，使乜整烂我个门锁啊？黐咗线，真系好有嫌疑，佢呢个举动相当有嫌疑。原来日向系 Erin 随人底裤收藏，啱啊！系咪即系之后佢系冇着底裤状态？唔好做收裤占士，有冇得同男人交换底裤？唔系交换，直头系得。道我不需要付出，是有的，有碎片的嘛。总之集合了，集齐六块碎片呢，
就可以换到对方条底裤。男人都可以，不过我唔想换嘅，我净系想换女人嘅底裤。Go！ 大舊佬唔想同佢讲嘢，走啊！By the way， 究竟点样先可以唔擅长恋爱游戏？点解你要问啊？ごきげんよう。废话，可能有奇怪嘢，有咩奇怪嘢？我觉得换唔晒，换唔晒八个女角色嘅底裤。好啦，可能最多换六个到啫。好，大家围成一圈嘅背影，背影喺边度？可能着锁链底裤。哇，毒眼龙出嚟啦！请听在下一言。九头龙，你咁快行得啦？唔系啊，其实唔可以行嘅佢。跟住落嚟嘅几句说话，如有不周，敬请见谅。佢成个人格唔同咗喎。在下九头龙，名叫东彦，家业未熟，初出茅庐，请各位今后多多指教。快啦，拜拜。啊，冇乜嘢，同佢哋打招呼啫。佢第一次主动同我哋打招呼，拜拜岳父。可以加张关系图，哇呜，成为占士女婿。竟然沉咗船。何でもねえよ。嗰个眼罩冇咩事，点会冇？明明你只眼已经睇唔到啦，系咪啊？只系一只眼啫，湿湿碎，我而家仲型仔。ですが，九头龙。扮晒嘢，你知唔知自己咩处境啊？安达莎，搞出咁大谈龙凤气啊！你估我哋会原谅你咩？你明唔明啊？小泉嘅死系因为你咋？唔止啊，边估边估都因为你而死啊！最衰都系你啊！扑街嚟啊！西原自正扑街嚟啊！人哋其实已经好伤心噶啦，喺度掩饰紧自己嘅悲伤，佢仲喺度咧伤口上撒盐。正八婆嚟，吓咩？大家聚首一堂啊！你唔系谂住话佢系我哋嘅伙伴啊嘛？呢啲咁嘅杀人凶手唔系我哋同伴。点点点点点点，唉，我知道，全部都系我害嘅。我明啊，因为我佢哋先至死。安达莎。点啊？你系咪谂住认咗错就算数啊？我哋话唔系，好痛苦啊！佢挤出好痛苦嘅声音之后，当场弯腰跪倒。哇，好大礼啊！行好大礼啊！佢吓、啊，你咁系算系点啊？ふざけないでよ。喂，讲咩笑啊？你以为跪喺度喊道歉就得噶啦咩？你以为你嘅所作所为靠呢啲咁嘅道歉就可以原谅你嘅咩？唔好咁样谂。哇！点解佢自杀啊？你咁样切腹啊？做咩？你怼咗自己个肚一刀喎、啊！我都觉得我咁嘅程度道歉系唔得嘅，系唔够嘅。如果唔咁样做，我真系过意唔去。你个白痴，边有人因为咁样就切腹噶？大镬啦，又要送院啦！左右田，快啲嚟帮手啊！知啦知啦。
唔好理我，我自己行得。你有咩可能咁样行得啊？黐线咩？啲伤口咁难先至合翻埋，而家又要再缝多次啦。真系冇面啊！我又要添麻烦俾你哋。唔好再讲啦，快啲行啦！最衰都系你啦，死八婆，死臭鸡，臭鸡二号，搞到人哋切腹，正一死贱人，你快啲去死啊！你边个中意西园寺啊？西园寺，我由头先一直已经喺度谂噶啦。如果嗰阵时系小泉，佢会点样讲啊？呢个时候同佢咁 friend 嘅你，你觉得呢？如果系小泉姐，佢会点样讲呢？喺呢个时候，佢一定好嬲，好嬲，好卵嬲噶啦！你嬲到震啊！食屎啊你！你咪一咁嬲，一齐死埋落去啦！落去陪你小泉姐啦！欺人太甚，你都想玩，好中意七海，冇人唔中意七海。如果又想乱讲嘢，你都系收爹算啦。唔系唔系啊，咁重要嘅时候，阿钟同学去咗边啊？诶，系食完早餐，佢竟然冇嚟食早餐，真系好稀奇啊！嗱嗱嗱嗱嗱，真系奇卵怪怪啊！佢呢几日嘅态度真系好卵怪啊！悲しいな。呢条友平时都好卵怪噶啦。好担心啊！讲到尾，终于都食完早餐啦。沉船挥手佢，其实咩叫沉船啊？揽炒啊定咩？我一路都唔知道。头先詹士做咩话话乌沉船？有志又活动了，睇下我只宠物先，竟然冇屙屎，有冇搞错？冇屎汁，金鱼记忆啊嘛，我唔记得咗啦。上次讲咗啲咩呢？我应该记得的，我应该记得的。沉船，算了，金鱼印，hard disk 爆咗啊！我爆咗 hard disk 啊！问考一二三啦，好，我而家用开台时间即刻去揾先。What is 沉船？点解我又唔记得嘅？应该系啲无关重要嘅嘢，所以我先至唔记得，唔值得记住嘅嘢。哇！有人打沉船，跟住我即刻见到点解？有人已经上网问过沉船点解啊？沉船，跟住弹出点解阿 Sir 系阿 Sir 沉船了，求助。哎，我知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中招，类似系中招咁啊。有爱情问题，香港讨论区情情爱爱区标题系写住沉船了，求助，即系洗湿个头啦，已经中伏濑嘢。咁上下啦，超中意七海类型嘅女仔。哇！全国最大的你好，沉船一个风月讨论区流行的术语，即解作和票咪妓女发生了真感情。唔该晒。哇呜！你沉船了，真系恭喜晒你啊！哇呜！
你沉船了。我睇下先，我要睇多次七海条底裤仔。嗯，揾到啦！七海外穿的内裤，八位元的点阵图案，表现出了复古又摩登的可爱之处。我见到佢条底裤系有 lace， 同有少少荷叶花边。相反呢，边股边股嗰条系黑色钉子裤。咩啊？此区名限制图片外连。你做咗啲咩？供咗两个女角色啦，我觉得最多可以供多四个到。我哋揾边个好呢？咁你玩三次。下一个会边个死啊？定系揾阿钟好呢？稳定阿钟，佢可能会死啊！咁奇怪，揾公主，揾轻音，呢、這个死咗啦，小泉，跟住边股边股一早攞咗，睇下条臭八婆底裤，有沉船。沉船了 ，so sad， 放唔晒喎个 chat room， 张图太大。扎得滞啊个 chat room， 你哋有冇心水啊？轻音谂，轻音捻咗条底裤，我觉得系穿晒窿啊！公主嗰条系白色 lace， 至于阿钟应该系唔着底裤，跟住咧臭鸡嗰条咧应该系绷带造成嘅底裤，臭鸡二号咧应该系熊仔底裤，咁啊！一系阿钟，一系轻音啦，决定冇人答我嘅话，好就咁决定，不如轻音系嘛，正有此意。轻音，轻音，方丈觉唔觉得 trap 会唔会好心胸狭窄？系咯，我。头先我咪讲咗咯，我唔知点解会咁样咧，收唔晒你张图喎、啊？点解咧？等我搞一搞先，好紧张，做咩紧张？点解咧？心胸狭窄喎、啊？点解咧？试下咁样，点解都系收唔晒咧？等我一阵。Oh yeah！Oh yeah！Oh yeah！ 好紧张，拉长佢咪得咯，敷晒佢。Yes，perfect， 就咁啦。睇先，轻音轮，轻音轮，轻音轮。
听音忍你在哪？公主，逐眼龙在这里。Go！在哪里啊？仓库表演厅 ，OK OK。臭八婆，唔理佢。正正地搞出你條底褲出嚟，扮小丑女，一邊粉紅色一邊粉藍色，搞出你條底褲。黑白尾有冇底褲拎？好似冇啊，冇啊。五角有，因為唔會遇到佢收集碎片，要收齊六塊碎片先至可以換底褲。收齐收集齐六张印花就可以换底裤。佢好似系中意科学嘢嘅轻音轮，好似系。试下先。哎呀，唔中意啊，顶！又中意喎，又话咩呢？去抽下礼物啦，好啊！问我系咩社团？Bingo！ 直接加入轻音社啦，你同摇滚风潮一起衰退，有段时间仲以为就嚟没落啦。最近喺男仔之间好流行噶，大好机会啊！我要跟上潮流的尖端，不识唔紧要噶，你扮弹之后播带咪得咯，真系贱啊！叫我装假狗，我根本连乐器都冇拎过啊，指法都唔识啊，咩冇咩爱啊？是但啦，其实好得意噶，轻音好受女仔欢迎噶，你好容易沟到女啊！顺带一提啊，我觉得咧玩音乐嘅男仔咧系好自恋嘅，自恋啊，所以我唔要。快啲啦，拣你中意嘅乐器啦！我觉得你最适合吉他啦，唔系应该话我最适合吉他，你唔可以拣，即系逼鸠我唔准拣啫。应该送乐器类嘛。我有樂器咩？我屌真系喎，我系有樂器喎，白痴唔记得咗有个 ukulele， 劲低能，极低能。有 keyboard， 有鼓，有贝斯，鼓啊，拣啱咗啦。就算唔使睇谱啊，随心打个 beat 出嚟就得噶啦。好容易上手的，好，已经揀好了乐器了，现在一定要学扩音器的使用方法。为什么啊？你说什么啊？这只是小道具，一定要有的。你想住啊，动在这里大嗌就得了，傻仔。用你的灵魂 show show， 又逼得我突瞓。逼鸠我特训，同佢对话完之后，已经疲累致死，攰到乜咁。其实有冇加过噶？好彩都有一格，佢俾咗一格俾我 ，save 咗先，唔紧要啦。都有一块碎片。
跟住而家去抽抽扭蛋。沙灘，死啊！沙灘係咪呢邊咧？中央之島。沙灘，唔撚喺呢邊啊！第二座橋，第三座橋。白前啊！沙灘第一座島嗰度。Sandy Beach， 点解佢又喺呢度？噔噔噔噔噔，萝卜，咖啡，新嘢。唔知咩瓜，冇用啦，系咪呢个系咪嗰个唔知咩罐头？相机都冇用啊，一嘢十个啦，唔知咩嚟嘅。走啊！露营必须走。核突公仔一对。牛扒。卡式。哇！唔知咩嚟啊！bonus 又系，路人必须走。游戏机而家俾个游戏机俾我都冇用啦。睇下先，嘢食就应该系阿钟啱阿钟，除咗啱阿钟，应该可以攞嚟喂俾嗰只宠物。系啦。猫屎咖啡、朱古力碎片肉干，冇啊，嗰个唔系。希望干粮、刨冰、向日葵种子，应该俾眼镜蛇。呢个沙我就唔知俾边个。伊女波哥写住啲诗都唔知俾边个。间谍钉鞋打鬼都唔俾乐器俾我，游戏工秘技书冇用啦，又系滥用美食杂志，无线电唔知咩，头先探测器嗰、那个煮饭机、相机、游戏机、威力手套。搞笑球冇样啱使，收音机、公仔、月之石，原来一个月之石嚟，我以为牛扒嚟添，低能，自暴自弃。啊，呢个啱啦，呢个啱，应该系创作型歌手古田达郎嘅经典专辑，呢个可以送俾轻音轮啊。星沙人字 ，Yuki Lily，good。奇奇怪怪嗰啲唔知道送俾边个，酒喎、啊，呢、這个仲唔系俾詹士嘅？冇酒精的日本酒、啊、明明冇酒精，但系就会醉喎、啊。达郎，女性杂志，天使的果冰果实，做咗果冰，
绷带，夏日盛会，用咗好耐嘅胡萝卜，我顶你个肺！咩叫做用咗好耐嘅红萝卜啦？好咸湿啊，已经磨烂晒啦，啱晒公厕啊，臭鸡啊，俾阿金仔算数啦，俾臭鸡，俾臭鸡，全部都系鸡。鸡鸡鸡，全部都是鸡。你在哪？在这里。鸡鸡鸡，全部都是鸡。鸡全部都是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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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鸡。狗全部都是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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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狗。狗狗狗，もしも，交出你条底裤。No problema。冇问题，我哋谈判下先啦。想要我条底裤，你有咩攞同我交换啊？大把嘢啦，好多嘢可以同你交换啊！只要你肯交出你条底裤出嚟，我多多嘢都可以俾你。例如有一个 ukulele 啦，你睇下系咪好靓呢？真系好靓喎！俾我，俾我，俾我 ！Yahoo！ 哈基米酱，我哋开始活动啦！修行是噔噔噔噔搭搭浪，赛跑同音乐有咩关系？黐线，好乸烦啊！我就系觉得佢，快啲攞完佢条底裤，快啲俾人怼冧算数啦！我不应该攻他的，我应该攻阿忠好过啦。如果阿忠死了咁点算呢？我应该要 low safe 大法，然之后就攻阿忠算数。完全停不到嘴。沉完船准备潜水，潜啊，差不多了。其实轻音几个人，我觉得他太过 hyper 了， hyper 到我觉得他有点烦。叮当叮当，哇！他夜晚即刻敲我门，揿我钟仔喎。成日都见到你，今日第三次见到你啊！真系好烦鸠啊佢！哎，又系呢个啦，有邀请函，九点去到表演厅度举办九头龙回归纪念派对，一定有古怪啦！是不是你搞的鬼？哎，我完全不知道你说什么，我只是拿邀请函来的啫。一定是他啦。我搞定了，拜拜。拜拜啦。完全是，你看看，你们看看个邀请函，完全是轻音那些 style 来的。花里绿、黑色、紫色、粉红色。他今天还切腹，为什么今晚来整这些回归？回归 party 啊，黐线。来者不善，低能。入医院探下佢先，佢唔俾我去啊！黐线，
これもインガリ。青蛙跟呢个又兼埋一份。Showtime 嘅始まるぞ。其实咧，眼镜蛇同轻音好鬼衬嘅，佢两个绝配嚟嘅。嗯，僕なんか。我呢啲人都可以去，实在太好面皮啦！你哋唔使理我嘅，你哋入去先啦。边个得闲理你啊？发紧梦。哇！佢竟然出现啫。啊？咩啊？我唔理得啊！哇！佢飙晒冷汗。喂，但系你应该好好休息，唔好真系走喎、啊。得噶啦，冇事啊我。点会冇事啊？明明咁重伤。反正大家邀请我，点可以唔理啊？我明白你啊，但系你唔好咁逞强啦。我冇啊。我明啦，就随你中意啦。但系。得啦，唔好理佢啦。毕竟佢而家硬着头皮顶住啊，呢啲系美学嚟，你识唔识嘢？你要尊重人。系啦，佢系而家咬紧牙关嚟呢个 party 度。如果之前嘅佢一定系唔会嚟，好大转变啊！佢已经改过自身啦，谂住彻底改变自己。咦，西原寺冇嚟喎。悲しいな。系喎。あれ？咦，阿钟都唔见人喎。死靓妹到底去咗边呢？可能系道歉 party 喎，会唔会？啊！表演啊！阿钟同阿西原寺表演啊，喺个 party 度，突然之间舞台突然大放光明。大家，你哋好，我系轻音捻啊！我拿手捻走小菜就是薯仔炆肉，今日要唱首歌给大家听，第一首开始啦，首歌叫做《也想告诉你》，跟住就死了，会不会呢？哇！死亡 heavy metal 嚟啊！系咪不停咁样 loop 噶佢？一啲都唔似系欢迎 party 嘅歌咯，好死亡气息，好重，食屎啊！好似伊藤润二嗰啲画风啊，而家变成听完一定会俾人诅咒噶，真系好吓人啊！吓亲我四只破暗黑四天王啊！系啊，我都觉得好恐怖啊！我仲以为呢首系一首清新嘅民歌添，原来一啲都唔系，唔怪得知佢俾人赶咗出嚟啦，脱离个乐团嘅理由就系咁解。系啊，完全唔夹唔 match 啊！啊，好好啊，第一次听咁正嘅歌。呢个西原寺系奇卵怪怪嘅，啲喜好同轻音卵好卵衬啊！哼，我嚟啊都唔紧要咩？我冇俾你哋邀请喎、啊，唔系，因为我都有俾人邀请啊。但系既然你愿意参加九头龙嘅回归派对，咁即系代表你原谅佢咯、啊。違うよ。白痴，你阿咩啊？我唔会咁易放过佢啊！佢啊，黑社会嚟嘅，佢而家扮晒嘢就呃鸠我哋啊！有咩可能啊？分かってる。会咁样谂，我都唔怪你啊！惊咧，我哋唔信你啊！明唔明啊？而家只系合作咋，我哋唔系和好啊！你要记住啊！一旦有啲咩事，我第一个就拱你去死噶啦！すまね。对唔住。太好啦，太好啦！喊咩喊？死猪啊！死臭鸡！原来想要改变嘅人唔止九头龙，佢都一样。
做咩梦？阿钟仲未出现喎。つまんない。哎呀妈，仲要唱？乜拉嘢啊？首歌咩？你老豆系边个？喂，你哋喺度做咩啊？まったくもう。搞错都唔叫我嚟嘅。梗系啦，我哋唔想见到你啊。而家唔系讲呢个时候啦，唔得闲搞啲咩 party 啦。因为阿钟佢同黑白熊对决啊。你话大镬有戏睇落去，快啲救佢啊！精准在，可恶啊！我哋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快啲去啦！哦，就系一开始嗰个过海岸嗰度啊，快啲去啦！喺沙滩嗰度，第一座岛。Go go！ 冇人听你噶啦，已经快啲行啦！你仲谂住弹啊？食屎啊！快啲行啊！咦？做乜你喺度？喂！等冷静啲啊！虽然尽快去好，但系啦啦啦，夹硬加落去喎啲对白，把鬼！唔系嘛，打输咗，勉强避开咗致命伤啊！睇嚟，咁敏捷已经好劲噶啦。唔通你为咗俾我睇呢种周围走嘅样子向我挑战？可恶啊！点解佢攻击，点都掂唔到你一下？因为系唔同次元啊，傻仔！世界观唔同啊，就好似农民漫画嘅角色挑战超能力漫画入边嘅人啊，一样唔到啊，傻仔！喂喂！高性能机械人，我哋知道只要强化个战斗力就可以发挥相当惊人嘅力量，但系由速度嚟讲，阿钟嘅速度比我见过任何选手都快，佢嘅攻击竟然掂都掂唔到，唔忍系啊嘛！残念だよ。冇啦冇啦冇啦，我哋咩都冇啦。ふざけんな！くそ！你唔好作无谓嘢牺牲啦，龙狗！呢条命系边个俾我嘅？死不足惜！白痴就系咁样，要更加先珍惜啊！你退下，等我嚟啦！一直都见唔到阿钟个样嘅，咪假嘅公仔嚟嘅，又你。跟住之后就话阿钟先系最后嘅幕后黑手，你又死唔去，大蛇丸挡住啊！佢一定系中意阿钟啊！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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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好啊！大蛇丸，顶！你睇，点解你要保护我啊？梗系啦，支援选手系经理嘅工作。但真系好冇面啊！居然俾一碌火箭炮打低，最衰都阿钟啦，咁多事冲动。阿钟，同你相处几日，我真系觉得几好。你唔好死啊，钟！大蛇丸都冇穿窿，擦伤咗啫。唔撚係呀嘛，咁就死咗。跟住又話大蛇丸先係幕後黑手，
本来想发杀死阿忠嘅，冇啦，今次竟然错手杀咗大蛇丸添。咪住先啦，佢未死噶。吓，快啲救翻佢啦！又要送去医院，咁样今集咁多人重伤要送院嘅。一命抵一命，阿忠你就代替大蛇丸死啦！你唔救佢咩？真麻鬼烦啊！俾佢白白牺牲都冇所谓啦。我有特别大封信，大封信破例发动最后的绝招，有白车刺线同上次一样。低能，どうなってんだ？谂住龙狗翻嚟就好啦，点知大蛇丸又离开我哋，我真系好惊啊！吓咩啊？就系因为咁啊，大家太松懈先至会变成咁嘅啫。讲咩？大家好相处，焦点模糊啦，梦幻晒啦，咩合作友情啊？最后我哋只一个个俾人杀，边个都靠唔住，呢个就系现在嘅现实啊！你话我哋合作冇意思？如果有意义啊，大蛇丸就唔会死啦。あんたさ，唉，你应该知道啦，呢啲劣等人嘅擅自行为会俾人哋添麻烦。你可唔可以唔好嚟街坊啊？我唔想白白牺牲啊！西元志，你好口臭啊！你擦咗牙未啊？如果系担心大蛇丸嘅话，我谂你哋唔使啦。点解啊？明明系你害鸠佢嘅，一啲都唔关心。系啊，你唔关心佢咩？我话唔使就唔使啦。佢系我承认嘅怪物，佢唔会因为呢啲程度嘅伤而死啊！一定不会错，他会回来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会道歉的，因为我太弱了，添麻烦给他，总之我会道歉的。唉，十九小剧场，不想看，飞飞飞！狗中屙尿啦！眼瞓仔啊，不如收台啦，冇人啦，系嘛？玩埋个餐厅收皮啦！明天早起，哟，哼，傻个，你咩啊你？好啊，你去先啦。好啊，系嘛？期待已久啊，石王啊，快啲收台啦，好啦，眼瞓啦。嗯，做咩？餐厅有条女喊喎。玩埋呢度啦。哇，阿忠终于喊啊，第一次见到你喊。好惊啊，以后点算啊？边有咁快眼瞓？哇，见冇乜人啦，差唔多啦。呢，依个张柏芝不如绑翻佢算啦，唔知绑啊，要剥埋佢块面皮落嚟啊，真系好恶毒啊！呢条咁嘅猪肉荣，恶毒得佢啊！想佢快啲死。
人仔细细咁咁丑丑，喂阿钟做咩？佢怪怪地，要小心啲啊！嗰、那个九头龙好怕唔系真啊！吓，我好清楚，真正嘅九头龙已经死咗啦，所以嗰个系九头龙嘅复制人阿乜鸠。我听黑白熊讲咧，大蛇丸好似冇得救啦。可能会有新的转校生嚟，唔捻系啊嘛？听住啦，我已经知道边个系叛徒嘅身份啦。世界嘅破坏者嘅身份就系我哋叛徒嘅真面目啦。就系其实十神，十神仲未死，痴捻线一路喺度混淆视听。做乜鬼啊？嘿，又系你咩流鼻水同牙流口水啊？嘿，我唔好食嘅，请你唔好食我，太大咗。本当だよ。了解しました。咁乜奇靓怪怪咁样嘅？本当。いやいやね。です。佢发烧一定系啊。れれ。留意下某几个人啲奇怪举动，例如拍肢。佢讲嘅所有嘢都系好奇怪啦，已经。成个人都好奇怪。了解しました。点解成个机械人啊，啲部下咁样佢而家真系发烧喎、啊？佢又系喎，发烧啊！三条友发烧。哇！齐晒人啊！どうな？はいはい。まさか。では。マティ。等等先啊。嗯？我就系点咗水会变女仔嗰个人啊！咩啊？佢先冇咁奇怪设定啊！又开战，废柴黑白尾又俾黑白熊揿住砌。唉，好废柴。绝望病。糟糟。就系喺呢座岛上边，你哋见唔到嘅虫仔啊。不过系我事后先作嘅啫，一直都冇讲。呢个岛上边有一种虫做媒介嘅传染病，就系绝望病。呢个岸边咩路伴啊？讲紧边个？随着发高烧咧，就有其他病发症，各种绝望状症，系好麻烦嘅传染病嚟噶。每个人嘅病症都唔同，譬如咧白痴咧就会讲大话啦。钟里阿钟咧就会咧懦弱啦，灵田咧就会一板一眼。喂，除咗拍子，其他人嘅症状咧都同佢哋自己本身相反嘅。而家咧唔系仲未所有人都病发，你哋要小心啊！公主快啲走啦！染咗呢啲低低贱嘅病就大镬啦！どうして？咁动机系咩啊？点解大家会咁样无啦啦嘅？所有人嘅设定全部咧都会改变晒，然之后纸张残杀。っていうかさ、
你话治疗啊？你觉得有需要咩？啊，呢种啊咁嘅病啊，唔系折磨你哋嘅病。你哋中意去杀人啊？你哋快啲去杀人啦！你条扑街！我太懦弱啦！我决定啦，我自杀表示歉意啊！边度有木炭？我见到超市有，你快啲去啦！啊，我唔系白痴喎。你只假名嚟，我一直都冇话话俾你哋听。何それ？最高だね。做乜卵啊？冧低咗。彩色泡泡。お待ちください。とにかく。はい。啲泡泡喺边啊？又话佢呕泡泡嘅，点解而家又有笔啊？吹吹吹吹啊，叫做。阴阴阴阴。日向阴，变咗做。其实上一张咧又话嗰啲笔又会 有原因嘅，冇人解释过，我都到而家未知，而家变咗创创创创。佢本身真系笔啊，定系佢系特登嘅？点解啲名咁样嘅？唉，我嚟帮。病咗，大家换衫啦，俾佢喺嗰度病房休息。黐线！傻！然然然然然！嗡嗡嗡嗡嗡！もしかしてよ。又系案发经过，好快又会死人。要帮病咗人换衫呢件事，系咪佢要负责啊？系臭鸡做嘅咩？咁即系代表佢要帮柏芝换衫咯。就连本大爷我都会为破坏神佢哋换执屎执尿啦。清楚，玩落去咯。止止止止止，差唔多啦，四点半收台，今日玩落又停唔到噶啦，听日再嚟过啦。睇下我只宠物先，冇屎屙嘅，搞错，仲争三粒先换到底裤，有排搞，师傅先，好。多谢我哋今日嘅 Super 猫啦、詹士啦、华乌啦，同埋咁多位兄弟收睇啦。听日咧，明晚再见啦！朱恩心嘅台每日直播。今日到此为止，欢乐朱恩再会，各位观众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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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